新梅姐，新梅姐，难得看到新梅姐会紧张。全职坐后面，啊，瞎子坐前面，两个骑脚踏车，大家就是全职暴露嘛，全暴露。他说，前面有一条沟，他就要停下，沟沟沟，而且那个虾啊，勒啊勒啊勒啊，就撞下去沟里面了。Go go go， 啊勒啊勒啊勒。换骑马，然后他们两个骑马，骑，他说，看到一个悬崖，然后那个瘸子跟他讲，你快乐吗？然后那个瞎子，我很快乐，还有跳下去，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。其实你这两个故事是同样的。董事长最大的罪过就是没有探及，然后协鑫最大的罪过就是没有钱。第一位挑战的是张帝。有一天啊，有一个王子啊，王子，但他的那画很长，有25公分了，他觉得走路很别扭，他走路会这样，他就跟神灯说，我要怎么样才可以缩短？英军缩短术，英国军人嘛要缩短，他就说你去找到一只母青蛙，那跟他求婚，他只要说不要，你就会缩短5公分。他总共有25公分，那个很长啊，比大根还大根。他就说，终于找到母青蛙，他就说母青蛙，请你嫁给我吧。母青蛙说，呱呱，不要。真的缩短5公分，剩20。还是太长了。他说母青蛙，王子就说，请你嫁给我嘛，呱呱，不要。15公分，差不多了，看，可以了。王子用不到那么多，他说，母青蛙，可不可以请你嫁给我？那个母青蛙说，呱呱，我就说不要。后来王子就变成公主了。不要。6分、7分、7分、7，6、7、7，20分总分，应该是好的，标准之上。康永，对吧？你后来才知道啊，那一句话是对的，性跟暴力是永远的铁效果。对，好，交给你了，康永哥。好，我先来一个啦。秀明，谁呀？男女会收。小明呢？小明是一个在医院的接线生了。有一天他接到一通电话对方呢非常的慌张，讲说，我是那个猎人我跟我朋友在那个森林里面打猎了我朋友突然倒下来，没有呼吸，没有心跳，他是不是死掉了？我要怎么办？小明就跟他讲说，那个你不要紧张了我们先确定一下，你先确定他是不是真的死掉，我们再看看下一步怎么做。好，电话另外一头，你确定死掉，现在怎样？他很红的，全场笑，好，再加，有一天小明跟小华在聊天了，小黄跟小明呢讲说，我跟你讲，听说你有最喜欢喝那个可乐，喝可乐喝久了平均那一个花儿的那一根的长度会变成4公分而已。小明就说，啊，会多3公分哦。有笑。节目的，不好意思，那我刚刚其实表现还不错了吧？你赞了，相当低的分数，5分，相当低，6分，6分，5、5、6，16分，紧张了，新梅姐，新梅姐，难得看到新梅姐会紧张，这个应该0分吧？这个是这样子，有一个瞎子，有个瞎子桌面，有个瞎子跟个瘸子，然后那个瘸子，他因为他脚已经断了，他不会骑脚踏车，那瞎子他就叫瞎子载他，瞎子看不到路，他就两个人，瞎子坐这个瘸子坐后面，瞎子坐前面，两个骑脚踏车，大家就是瘸子暴露嘛，瘸子暴露，他说，前面有一条沟，他就要停下，沟沟沟，而且那个瞎啊勒啊勒啊勒啊，就撞下去沟里面了。Go go go！ 哎呀，哎呀，哎！换骑马，然后他们两个骑马，骑，他说，看到一个悬崖，然后那个瘸子跟他讲，你快乐吗？然后那个瞎子，我很快乐，还有跳下去，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。其实你这两个故事是同样，就骑脚踏车变骑马，不同的歌嘛。好，见好就收喽。上面请给分，太快了，9分，9分，基本上 OK 了，6分、7分，